歡迎大家收聽呢個天元解密啦。咁啊，何師傅有句説話問你，睇下認唔認同啊？係人紅是非多。係啊，是絕對係。唔係，首先要解釋下點解人紅會是非多咧？人紅嗱，而家世界好得意噶嘛，你有好多嘢就總有人唔抵得，總有人眼紅，或者總有人覺得你冇咁嘅價值。或者你根本不到這個 level， 為什麼你又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很多時候人會問為什麼的嘛，有時一些出了某人出了一些負面的東西就容易受人攻擊咯。先不要理那個人對與錯先，當然他如果不對的是他的問題，那是不是需要去攻擊呢？那我覺得是未至於的，喂，你說如果他犯法的，那就最好搞最簡單就梗係咩啊？法律搞處理啦，係咪啊？咁所以有時啲嘢就，因為而家好多人都係比較，我覺得冇咗一個叫做客觀睇客觀嘅事件嗰個事實啊，好多越嚟越難啊，越嚟越難。係啦，主觀咧，你睇到成個世界都係咁樣啊，咁啊，邊個範疇都好嘅嚇，都有呢樣情況。同埋你而家即係嗰個社交媒體個互為影響嗰個作用好大啦，係啊，即係譬如話你一個人講一啲嘢咁樣。咁跟住有班人附和，你唔好理嗰個過程係點啦，有啲係做出嚟嘅咧，有啲係自然發生嘅啦。但係一旦佢形成咗一個咧，就雪球效應咧就一面倒啊。係啊，所以你見到而家好多嘢咧都一面倒嘅啦。某人好，哇，個蜂擁過去啦，即係某人唔好，個都即係以前即係正如你講，冇以前冇咁極端噶嘛，係嘛？即係我知道唔出聲嘅，但係而家。好像社交媒體大家有一種被迫表態的態度在這裡，所以是啊，所以你最慘就是好像你不表態又有問題，還有現在所謂很多說什麼 hater 是吧，即是會有這些存在嘛，所以形成了一些很多時候一種攻擊，或者一種很負評，或者甚至乎那種負評是有一種叫做偏向有少，我覺得有時會有少啲極端咯。咁當然啦，我啊覺得即係我自己睇法，我不嬲我哋嗰年代，我個年代成長就成日都父母都教，學校都教，喂你唔啱睇咪唔好睇佢咯，你唔啱聽咪唔好聽佢咯。嗰陣時你有呢種抽離嘅可能性，而家就冇啊嘛。你唔理你唔理佢，一日日啲資訊係咁彈埋俾你啊嘛，係咪？你唔睇你唔想睇，你嗰啲俾你睇咪要你看。但係問題係你去理咁多嘢，咁你又？有冇咁必要先？即係我覺得會好嘥時間。嗱，我舉個具體例子啦，譬如話呢個以巴衝突，咁關係鬼事咩？係啊，咁你大家又搶到哇，即係又頓足捶胸啊，又走去示即係抗議啊，咁抗議應該唔係好多人啦，但係我覺得好離奇咯，咁關你差事咩？係咪啊？咁話喺網上度拗到面紅耳赤，咁你翻嚟問一句，關唔關你事咧？係啊。你拗完之後，你贏咗啦，咁又如何呢？你唯一係心噏啲無辜平民。係啊，我唯一一樣嘢啫嘛，我大家都唔開心呢樣嘢，係嘛？咁簡單，好坦白講。咁但係大家話誰是誰非，誰對誰錯，關你鬼事咩？真係係，因為呢啲樣嘢你唔係影響自己啊嘛。係啊，咁我哋嗰代人咧，其實就好現實嘅，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咁有個好處喎，你唔使成日搞到自己情緒波動啊嘛。事實係㗎，係咪啊？係啊。但係咁誒，啲觀眾會問啦，聽眾問啦，誒講一大輪咁，成日想講咩咧？咁好簡單咧，我哋講位人物就係姜濤。係。咁點解我哋要講呢樣？因為我覺得個落差好大。嗯。咁誒有單新聞好奇怪，就係之前咧就佢哋有一間佢哋嗰間公司咧就做過 promotion 啦，應該有套戲上啊。嗯。咁啊請咗個南韓嘅韓國嘅女演員過嚟啦，咁嗰晚就做咗個function啦。嗯。成棚嗰啲咁嘅。即係中女咧，湧曬上台度，就圍住阿姜濤。咁嗰個南韓個女，嗰個韓國女俾人拱開，拱開咗，就成班又打卡啊，影相。嗰晚咧，因為我有來睇新聞，就係嗰間公司，即係佢哋個製作公司，就講明以後唔會從呢間即係嗰間公司再合作噶啦，就係你咁嘅安排。咁安排個即係具體原因就係話咧。好可能佢哋自己唔知道通咗水俾人啦，就係光馬姜同響度，咁大家咧就可以趁機咧就去即係打卡咁樣影相。就結果嗰個場咧就亂 Q 曬大龍。咁啊姜同你睇到嗰個健康屋相咧就好無奈，即係點解搞成咁嘅咧？咁但係冇得 M 啊，佢又細，即係佢又比較初出道啦，佢哋唔係好識點 handle 呢種
咁突發嘅情況，始終比較事亂，係啦，亦比較亂。同埋，但係嗰個製藥公司本身亦都有責任啦。係啊，應該就係你一個初出道嘅幾年紅得咁快嘅一位嘅明星，你應該後邊有個有一扎人啊，去教佢點樣處理呢啲環境同埋個心態，同埋點樣面對傳媒，點樣面對公眾，點樣面對觀眾，係嘛？甚至咧，我會咁認為啦。即當然這個做法他們未必認同，就是他在社交媒體出發什麼文呢，你在公司應該是有責任在事前你要看著他的過目啊，要我覺得是啊，這人真的你不可以讓他枕出，是啊是啊，那結果導致什麼情況，就是上個禮拜就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呢他就即有一位的女粉絲，可能是粉絲也可能不是啦，可能是hater，就是他在一個場合裡他唱歌是咪嘴，咁所以咪嘴意思就係佢唔係真係唱啦，即係夾嘴型啦，播歌啦。咁我坦白講，我自己係親眼去一啲嘅音樂會，有見過啲歌手係咪嘴嘅。即係其實唔出奇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多的事咯，又如何啫？係嘛？嗰陣公開咪嘴噶啦，表演嚟啫嘛，係嘛？因為你依種咪嘴，佢唔係正式開個演唱會啊嘛。你話喂，如果正式開場演唱會嚟咪嘴，梗係唔得啦，係嘛？咁嗰啲都係一個可能一個分順嚟嘅啫，所以係咪咁在意咧？係啊，咁佢就寫咗篇嘅一個咁嘅留言啦，咁樣其實就即係根據網上講，都好斯文嘅，冇粗口嘅。咁但係姜濤咧就哇，即係上咗頭啦。咁跟住咧就即係非常之即係積極咁嘅回應。咁結果咧就交冇幾耐咧，佢就跟住要道歉啦。咁第一樣嘢咧，我覺得就呢個唔係純粹姜濤嘅錯誤嚟嘅，係喺公司本身嘅失誤，絕對啊呢個經理人。但係咧，我哋今日唔係呢個角度啊，我哋角度就係咧，我哋以前亦都討論過姜濤呢個即係八字啦。係啊，咁咪呢個問題咧，似乎應驗咗你即係當其時啊，對佢嗰個即係前即係嗰個狀況或者日後嘅情況咧，以至佢性格。嗰種判斷喎，係啊，雙功見官嘛，同埋佢官煞重嘛，最主要佢戊辰年，唔係佢戊辰月出世嗰柱咧，就係個煞，煞就係講衝動急躁嘅，而且佢行緊啲雙食財嘅運，嗱佢大運咧就行緊一個叫丙寅，而今年癸卯年係嘛，咁地支咧合咗一個人卯辰嘅木局，嗱呢個木局咧，我哋稱為雙食。雙食嚟講咧，其實喺佢命盤當中，我哋會睇到係咩咧？其實係代表咗一個你可以，我可以形容為，如果佢係忌神嘅咧，可以代表咗係小氣；如果係喜神嘅咧，係代表咗一個咩咧？大量啊！呢個係好簡單咁去講啊。咁當然喜忌嘅嘢，我哋就要憑佢個命盤有一種喺八字學有一種守則去辨別嘅。咁但係我哋可以對應一樣嘢就係乜嘢咧？對應翻就係話你佢呢幾年走出嚟嘅運勢啊，譬如好似佢喺庚子年，即係2020年嗰陣爆紅啊嘛，因為個庚金透天，因為我不嬲都形容佢個盤係身弱嘅，要靠個印，即係個金。去助佢嘅，如果金為印，佢後邊個金好勁喎，大佬。係啦，佢個金為印，印即係代表埋咩咧？一啲女性，所以大家都睇到大部分咧，好擺佢嘅咧，都係一啲女性，係嘛？咁庚子到辛丑，好啦，任人啦，舊年就任人，而家到癸卯，其實個金就走咗噶啦。嚇，咁個金走咗代表要乜嘢咧？代表咗佢個官煞克身。地支就合咗一個雙官食神嘅木局喺度，咁啊雙官見官，咁啊官煞又克身，咁形成佢咧，佢會覺得好大壓力，而且仲有咩咧？情緒方面咧，不嬲我就都有講過嘅情緒方面咧，係偏向咩啊？差嘅啊，所謂嘅差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個人好跳躍得嚟，佢唔得靜啊！咁簡單啲就係話，當遇事嘅時候發生咗咧，佢就會有一種好衝動，同埋咧佢個雙食啊嘛，係代表咩咧？雙食其實喺八字學代表表達，佢咪覺得要講出嚟咯。但係當佢行緊呢個運咧，其實係咩咧？佢越講就越錯啊！所以你睇翻前
幾日嗰個呢件事咧，就係話佢做咗呢樣嘢咧，反而係好多乜嘢咧？好多負評，負評係嘛？或者會令到人咁當然啦，會支持佢嘅，梗係覺得佢係冇問題嘅嚇，因為呢個係一個主觀嘅睇法，係嘛？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喂，而家好多嘢都唔得客觀嘅，係嘛？係一個主觀嘅啊。咁當然呢個就所有即係人咧就冇絕對嘅，即係成日都講嘛。僅手掌僅有兩面嘅係嘛？曹操有知心，有關公有對頭人嚇。咁你掰唔掰嗰個人咁解啫？只不過喺個比例上多與少。但係而家因為佢行緊呢個運咧，始終咧我會稱為一個弱勢。弱勢嘅意思即係咩咧？如果佢越高調或者越去出一啲嗰所講嘅風頭或者表現咧，其實對佢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咩咧？嗰個評價又好啦，或者對佢嗰個叫做情緒又好咧，就反而越咩咧，越招惹麻煩，或者更多是非。所以喺呢啲情況下咧，佢呢啲運咧就最好做咩咧？靜態，唔好講咁多，做翻好自己最緊要，練好啲歌係嘛？即係你做一個行業，尤其是你做藝人、公眾人物，人哋聽你嘅歌、睇你嘅戲嚇。咁你如果啲歌唔得，睇你你嘅戲唔得嚇，最基本呢啲你都做唔到嘅話咧，咁好多時咧，人哋去話一啲叫做咩對你一啲期望啦，或者叫嚇，甚至乎你嘅表現失準又好啦嚇。咁人哋去講嘅話，咁呢啲係少不免嘅喎，係嘛？即係你話係咪公眾人物一定要俾人批評咧？不是一定要批評，但是就必須會有人批評，是吧？只不過就是說你要不要接受，那你還年輕，一個年輕仔好像現在都是25歲而已，那你必須要接受的，那即是當年你看，即是我們80年代，你估張國榮當年受這些事受氣受得少嗎？他自己也有說，他上去這個今夜不接逢就說了，就是說，即是他也有些怨氣，是吧？咁亦都問題就係佢自己出身本身佢家庭方面佢有啲即係不滿啦，佢屋企好有錢，咁但係咧就父母咧都唔係好理佢咁樣。咁但係即係我亦都會提起啦，即係上個禮拜我同阿蔡繼光導演啊訪問咗，佢亦都講咯，就算陳百強都有㗎，即係佢譬如阿陳百強阿 Danny。佢屋企好好好有錢喎，好有錢係啊，佢又靚仔喎。佢又音樂才華喎，照計如果你話人上人啦，你仲有咩好咩？但係佢又係唔開心嘅。係啊，梗有噶。嗱，咁我哋呢個就要睇，咦？可能個八字本身都有一定嘅影響啦。係啊，係啊。咁但係我哋即係今日唔講啊呢兩位嘅即係明星啦，我哋講講阿姜圖咁樣。即係佢嗰個情況咧，我哋以前都講過，所以我哋就唔花話口水。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已經去到呢個地步，佢係紅啦，但係好睇佢個心理壓力越嚟越大。絕對係㗎。咁但係頭先阿黃師傅講咧，我有少少唔認同。我唔認同係咩咧？就係咧，你講係好易嘅，但係喺嗰個處境入邊咧，你好難開解自己嘅。所以我建議一樣嘢就係，如果你佢公司有聽啦，或者今日啲聽眾話：，我哋唔係反阿姜圖啊，我係姜粉嚟噶。咁但係咧，咁啊唔使咁澄清嘅，只不過而家用唔係我真係姜粉，我真係姜粉。講佢個命盤，希望佢識得用。就係呢樣嘢啦，就係呢樣嘢啦。其實你要多方位，你好多唔同嘅方法。哦，譬如話你有個心理治療師，即係好熟呢啲，即係處理啲問題嘅。你仲要揾個師傅喎。係啊，我係師傅。喂，如果佢可以接受啲宗教信仰嘅，又揾嗰啲即係宗教嘅人士幫幫佢。因為好多其實你都知啦，好多演藝界嘅朋友都要揾宗教作為一種嘅支撐。絕對係。我不理你基督教也好，佛教、道教都好，尤其是他現在行緊呢啲雙食運咧，根本就係代表負面嘅情緒嚟，係嘛？咁呢個負面情緒即係代表咩啊？佢冇咗個印，嗱冇個印係咩咧？如果喺現實角度睇，呢個印就代表埋公司，即係冇公司 back up 佢。好似你頭先都講，喂，點解佢出鋪呢啲冇公司去？即係事前同佢。係啦，如果你喺日本咧，就根本你又唔會自己有乜條件，你自己走去鋪出鋪。因為你嘅 IG 係冇錯，你嘅 IG， 但係因為你係一個工作人物，你冇，你一定係會有。即係你有事，即係公司有事。係啦，有一個牽連，有一個影響喺度嘅。但係頭先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佢。
基本上很多人去到呢位是不能夠直純粹靠自己的力量去幫到自己。絕對是的，他要靠其他，即是你說你想開一點，你不要太上心，沒有，很多人做不到這件事，他做到他就不是今天這樣了。所以他說，即如果他們有聽的，他如果作為經理人的團隊，喂，現在你看看他，大哥。還有呢，大家應該有發覺一件事是什麼呢？他初初開始爆紅庚子年那時候，即有個印星透天那時候，他的身形是 OK 的。即係而家好多人都睇佢，哇！喺膨脹咗咁多嘅，係嘛？其實簡單啲講就冇咗個印，冇咗個印咧，因為佢相食就無制嘅，無制即係咩？亂咁食嘢咯。唔係，但係亂即係佢食得多嘢係一種壓力嘅表現嚟嘅。好多有啲人係一有壓力嘅時候就食嘢。食嘢，因為佢自己都話中意食嘢噶嘛。咁就係因為佢相食旺，佢更加中意食嘢嘅人咯，係嘛？咁你咪容易咩影響佢身形咯，係嘛？再嚟就係話。這個叫一個循環，應該說情緒不好而有壓力而吃東西，好了，吃東西令到身形彈漲，沒有去操練的時候 keep 不到的時候，好了，這件事就是什麼呢？負評又會再增加了，是不是一個循環？大哥，你做這行你基本上被人放在顯微鏡裡面看你的，是啊，你說話人家又可以走去挑剔你，你身形怎樣，你穿衣服不好，穿衣服怎樣又可以挑剔你，是不是樣樣東西你都是人都日緊有天敵，在那個顯微鏡裡面其實就我們要量一下，其實做這些職業行業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心態一定要好什麼咯，個心理質素一定要很高咯，即是譬如好像即係我就聽講到張國榮，我諗翻起，佢有一首歌叫《沉默是金》喎，咁其實聽多啲咯，理解一下呢首歌入邊嘅歌詞咯。但係嗰個歌唔係佢作嗰個歌啊，許冠傑作過。係啊，但係佢唱啊嘛，佢有份唱啊嘛。咁呢首歌內嗰個歌詞嘅內容係咪好切合？呢種情況咧，咁你想要自己諗得通，咁點開竅呢？咁就要靠師傅啦。開竅嗰下咧，我諗佢而家都未必開到竅嘅，因為始終佢而家行緊呢個雙食運啦。嗱，下個月就甲子月，我哋依家叫癸卯月，唔係癸酉月，下個月甲子月，甲木葡萄，甲木透天，明年又甲神，明年個甲神咧又嚟多個人卯神嘅木局。係嘛？佢本身戊辰年己卯年出世，丙人運，咁即係本身已經有個木局啦。明年再嚟多個而且仲要甲木透天喎，甲己又要合喎，咁即係雙官見官喎，又嚟多次，即係話玩下手喺明年咧，佢嗰個負面情緒咧會更嚴重嘅喎，即係我會咁樣睇嘅喎，因為個字係咁樣出嚟嘅嘛，因為而家佢今年都已經合咗個木局喺度嘅啦，即係合咗兩個人卯神喺度啊，即係我唔講個時柱先啦，一時柱都係推論嘅啫，頭三柱加個流年同大運已經睇到佢兩個木局，今年已經係，所以佢今年其實係一個好唔開心嘅年份嚟嘅。咁好啦，你既然係唔開心嘅話，咁你更加唔應該拿你的不開心來公開做一種所謂的不滿的發誓也好宣誓也好表達也好應該是什麼呢？應該是靜下來思考一下，到底即簡單一點不要衝動，到底你做任何一個行為之前你應該怎樣去行，所以一定是什麼呢？靜下來先，首先一件事靜下來先，而且要乜嘢咧？而且要制下個木咧，我覺得咩咧？佢呢個木係有鬱氣嚟嘅，去睇下中醫啦。即係呢一樣嘢咧，我咁講一樣嘢咧，你要化木氣咧，你就係走去睇下中醫啊。即係佢應該係要睇下中醫嘅，因為咧調理埋佢個腸胃，因為佢個腸胃都有事，我見到。從佢嘅八字睇。當然啦，佢唔會即係我哋唔可能去叫做乜嘢啊？確認到啊。但係。從個木睇到啊，木克土，雙官見官，佢腸胃一定係有問題㗎啦。好難講嘅，唔係你突然間喺邊度撞到佢，咁你同佢單聲都得嘅。有間中都喺度撞到佢㗎。我哋呢度，我前幾日先見到 Tiger 仔一個人行過，係啊，迎面行啊，不過我冇叫佢。我冇數人哋。係啊，亦都無謂，我叫戴曬口罩係嘛，笠曬帽，大家一望就知係佢啦。
即係好易認嘅啫嘛，係咪先？咁如果作為玄學方面咧，有啲咩可以即係提點下？提點下。咁啊，好似你話齋咯，揾啲相熟嘅風水師傅幫佢擺翻佈翻個風水局咯，化下是非情緒咯。啊，咁再嚟就譬如最直接就我頭先講啦，睇中醫調理下個身體啦。再嚟就最有效嘅就係修內觀禪，靜坐下。係嘛？每日一個鐘，喺 YouTube 開內觀禪嘅一啲音樂，係嘛？自己喺一間房就得㗎啦，係嘛？打住個坐去靜下，等自己冇咁多雜念。因為而家佢，我相信從佢命盤睇咧，佢係好多個內心好多不滿啊，好多雜念。因為雙工見工即係咩啊？代表咗個內心好多雜念，對工作嘅不滿，或者對乜嘢咧？嗱，佢個觀察你，觀察咪佢嘅觀眾咯。對觀眾的不滿亦都有嘅呢樣嘢，所以他更加一定要收下個心先，因為始終仲後生啊嘛。咁但係呢樣嘢就非常非常之正確啦。個原因就係佢冇乜 we 揾嘢啊嘛，又唔係叫你哦，你著咩衫啊，你帶咩嘢符啊咁樣，靜觀禪啫。係啊，冇㗎，我冇呢啲嘢㗎，即係我唔會 we 揾嘅。總之好現實就係話，喂，我根據個五行嗰個能量，所有嘢講能量，佢而家行緊木運，即係代表個能量。佢木嘅能量就代表咗多咗，就係代表咗佢內心好鬱結、好鬱悶、好唔開心咁樣咯。咁靜即係靜打坐內觀禪呢啲咧，就收佢呢一樣嘢。因為當一個人，譬如我哋都做過一個節目講內觀禪啦，初一坐低咧，一眯埋眼咧，你就好多雜念彈出嚟啊，係嘛？嗰個雜念係好自然，嘣嘣嘣咁樣，唔知點解喺個腦度咧出曬嚟，飛曬出嚟嘅。係啊，跟住飛曬出嚟之餘，你坐喺度個人唔會定啊，周身喐，周身行。但係如果當你坐耐咗咧，譬如坐翻幾日咧，咁你就開始咧，嗰啲嘢就會自然定咗落嚟噶咯。雜念都會少咗嘅，係喎，咁得意嘅喎，所以依樣嘢亦都可以，即係我建議就係佢可以做依樣嘢嘅。咁當然就有啲嘢可以擺一啲風水器物嘅，或者擺一啲嗰啲係次要啦。係啦，嗰啲次要啦，因為始終都要佢自己去調整啦，係嘛？即係風水器物嗰啲物品都係仲一個協助嘅方式啊，協助嘅。最緊要收心。係啦，收心。所以佢而家個內心咁多唔開心嘅現象咧，咁最好就做內觀禪，包括咩咧？睇下中醫咯，同埋仲一樣咩咧？我覺得佢嗰度氣咧，嗱氣啊能量嚟噶嘛，所謂人靠一口氣，佛靠一炷香。咁但係佢嗰種氣係唔係一種叫做咩咧？應該係一種負氣啦。講咁你點樣泄嘅負氣啊？做下運動咯。哦 ，OK， 係啦。再唔係跟我踩下單車咯，踩上大帽山咯。咁嗱最新啊，啱啱睇到消息啊，就係呢個2023年嘅叱咤樂壇流行榜。最受歡迎的男歌手，最起碼諗啊 ，MC 張天賦，尹光喎、哦。係啊，尹光，我拜喎尹光，尹光唱歌真係幾好聽啊！話曬，我哋細細個都聽到大。係啊，聽到大喎，真係同班後生仔即係相差，我諗60年喎。嗱，尹光咪識玩咯，係嘛？男物而去到呢個歲數都仲有運行啊，所以成日都講啊，人最緊要有運行係嘛？尹光而家都行翻個尾運啊嗱。同埋佢都好耶啊！即係佢能夠與時並進咯，衣著又耶，又識得又肯接受新事物，係嘛？唔會成日話諗舊屎嗰啲，係嘛？咁江北生啊、呂卓安、林家謙、洪家豪呢啲都叫識下嘅。姜濤有份啦，係啦。柳應廷、陳卓賢、張敬軒、馮允謙、盧漢庭嗱，所以咧嗱，我哋講咁多嘢咧，我哋都話姜濤而家仲係紅㗎，仲係好紅。咁所以咧，即係佢唔好話，因為自己個情緒咧，即係嗰個影響到佢嗰個歌唱事業嚇。嗱，不過咧，好似呢排咧，我喺網上都睇到有好多人嘅留言啦，包括有啲人都留言就係話咧，好多時咧，佢哋啲粉絲咧，即係點解佢依家嗱，除咗佢個運啦，講運啦，運佢真係冇咗印星咧，佢運係差啲嘅，即係咩咧？即係多咗負面嘅評價。咁包括埋，如果現實對應翻咧，即係有啲留言就有講啦，喂，
會唔會係佢班粉絲太過縱容到佢，好似乜嘢咧？即係寵壞咗，鬧話親都唔啱嘅。係啦，寵壞咗係嘛？少少對姜圖一啲負評或者一啲批評，不論你善意好，惡意啊更甚添啦，係嘛？總之就唔話得咁啊，所以咧就搞到咧，即係話啊，之所以佢今日多咗人討厭佢咧，其實都係班粉絲造成嘅咁樣嗱。咁呢啲認唔認同咁解嘅啫。但係一樣嘢咧，我哋好現實化睇翻一個家庭。如果一個小朋友成長嘅時候成日做錯嘢或者做啲嘢唔好，而俾個父母縱容咗咧，咁佢成長之後會點樣？咁呢啲就交翻俾大家自己諗啦。咁有一樣嘢叫做咩咧？就係、是。嗰、那個承受壓力、承受挫折的能力咁啊！我最記得阿蔡繼光導演佢嗰陣時，佢評阿 Danny 阿陳百強話，即係有一樣嘢就即係稍微遺憾少少就係千金難買少年窮。係啊，即係你如果你話個出身太優越，其實咁你一撞到一啲唔開心嘅稍微少少唔開心啫，唔好話真係唔開心。哇！你就睇到好大咯，睇到好大咯。所以潮州人就咩咧？窮養仔，富養女係咁解，即係佢要拿，因為潮州人好即係比較重男輕女啦，所以佢哋覺得生個仔出嚟咧，唔好俾佢太優質嘅生活，唔好太舒服，唔好太舒服嘅生活，要俾佢哋捱嚟成長。反而女咧就唔係嘅，女佢哋就好多資源嘅，因為我身邊都有啲潮州朋友，佢哋真係咁嘅觀念，我見佢哋教啲仔女都係咁樣嘅，都係俾個仔去捱嘅。等個仔捱多啲啊，知道個世界係辛苦嘅咁樣啊，咁呢樣嘢其實咧就其實我自己嘅觀感咧，我都覺得係啱數嘅，因為始終你男人出嚟都要啊。喂，你點可能咧？人即係要負起一個責任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係啊，所以我哋遇好多啦。你如果你一單嘢你已經打殘你咁，你點承受啲？我哋細個遇唔少啦，呢啲挫折係咪先？運勢又低啊，或者叫做咩啊？揾食又唔得理想啊，做嘢又唔得如意啊，咁緊有噶啦呢個世界係嘛？所以有時啲嘢咧就唔好太過縱容啦，即係起碼一樣嘢多翻一啲客觀嘅。嘅睇法咯，唔好成日咁多主觀咯，因為而家呢個世界真係客觀對應客觀事實真係少之又少啊！咁嗱，另外一樣嘢結尾要講講啦，娛樂圈有一樣嘢好即係好唔好嘅，跟紅頂白。呢個係㗎。紅嗰陣時候捧到你上天。係啊。你一稍為即係耷嗰陣時候，踩到落地獄。係啊。咁啊，姜圖咧，佢即係會唔會都會經歷咗呢種咁嘅情況？絕對會，尤其是佢而家行緊呢個運，包括我頭先講明年甲辰年行個甲辰年就直頭係咩咧？壬卯辰壬卯辰合咗兩個木局，仲有嗱佢壬子日出世嘅個子水係乜嘢咧？個子水係咩咧？個子水就係佢啲身邊嘅人，水。子辰合水合咗兩個水局，生兩個木局，咁啊代表咩咧？佢好容易同身邊啲人有咩咧？有拗撬，有過節。呢樣嘢咧，簡單啲嚟講咩咧？忍下口，越去辯駁，越去想講一啲叫做咩啊爭拗啦，咁啊越惹是非少引翻轉頭噶啦。即係呢啲嘢係反彈嘅。永遠呢啲嘢都係反彈嘅，你越去多事咧，你啲嘢就翻轉頭，就搞到自己嘅嚇。即係呢樣嘢要小心嘅啫。咁佢過埋呢幾關，咁個前景如何？咁啊，要下個大運嘅咯，下個大運。咁佢後生啫，係啊，下個大運咯，27年咯，27年嘅大運，27年嘅大運叫做比而家好少少咯，叫好少少啫。但係。我會睇佢咩咯？32歲咯，32歲嗰年啦，32歲嗰年佢會有另一個高峰啦，或者叫做，係啊，咁樣睇佢啦，所以而家佢都要捱下噶啦，後生仔始終都要捱噶啦。唔係咁嘅，個咁廿幾歲啫，係啊，廿幾歲啫嘛，咁
廿幾歲捱下有乜所謂啊？係咪啊？經歷下呢啲即係起起落落。但問題就係話佢自己識唔識得點樣去處理自己情緒嘛？係嘛？你相公見公嗰啲行緊呢啲運咧，本身嘅格局係咁，再行呢啲運咧，個情緒一定係唔好噶啦。嗯，係嘛？你唔好再容易衝動去爆出嚟咧，咁就咩噶啦？嗯，咁啊出事噶啦，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啊，係嘛？所以呢樣嘢要自己識得調整下咯，係嘛？希望希望係咁啦，或者叫啊，所以就坐下內觀是咪啱噶啦？係咁，但係佢哋作為佢哋如果嘅真實嘅擁趸咧，俾啲時間姜糖，唔好下下都即係哇，即係好似即係當佢即係 BB 姜 P 係啊，真係當係啦，即係喂人要成長，你唔可以過分保護噶嘛，係咪先？佢跌。低即係一個小朋友跌低，佢自己爬起身咯。我哋以前我話唔好聽，下一街趴咗喺第一撲街之，咪自己趌翻起身，係嘛？點會有人扶嘅啫？咪自己企翻起身啫嘛，係咪？即係咁解啫。係啊，係咁咯。係啊，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